把这个大棉袄脱掉了。这个手套不是一对儿啊，这个手套，而且这个手套翻了。这个手套是以前上个单位发的，找着左针儿，这个也是左针儿，但是戴右手了，只能这样了。没有别的办法，没有别的办法。呵呵，这个上衣是邻居给的，这个白 T 恤是以前的单位发的。哎，走了，等会儿红灯，我把这个双肩背的袋儿给它卡在这个，从这儿卡着，省得别人抢走啊。之前那个被贼给偷了，这边满大街都是贼啊，满大街都是贼，全民，哎，不是全民了，很多民都是，多民多贼。可以过了，多民多贼，哎呀，这边还是比较热闹。跑滑街，边是跑滑街。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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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滴哒哒滴哒哒滴哒滴哒哒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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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哎呀哎呀，这歌整磕碜了，这歌咋搞的你？磕多了吧？磕多了吧你？红火车，小红火车，这热井在冒着烟啊。那个黄色的火车找不见了，我频道那个图标是那个黄色的火车，再也见不到了，是不是刷成别的颜色了，油漆了？唉。这绿灯可以过呀，可以过的喽。L 路公交车，L 路，五路，240路。唐人街那块有个一路公交车，这个歌怎么坐地下了？不受凉啊你？不宫寒啊？呵呵。我在边上走吧，还是不要去路那儿走了。哦，这个小宝宝，哦，这块怎么搞的？这么多玻璃整碎了。路边走的人还不少啊，大美女，这个大美女没戴口罩，应该是北欧那边的，看样子。这边是绿灯，刚才一蹬，这个脚趾头崴了一下，老了，关节这个韧性不够了，老了。这个歌，这个印度歌，抱着个镜子。
在边上走安全一点啊，虽然有点慢，但是不需要在路上跟这些铁壳的汽车挤啊，要肉包铁还是挤不过他们，必须得服气。这儿老老实实等红灯。男的女的分不出来，中间这个穿黑衣服的男的女的。安能辨我是雌雄？哎，这一个欧妹儿和一个亚妹儿聊天呢。欧妹和亚妹。欧美和亚美，We buy, sell and loan。我们买卖和贷款。我们买和贷款。快跑，快跑，跑起来！哎。这应该是德国大美女，哎，这歌怎么坐地下了？这歌，哎，也挺可怜，没人管她。啊，握握手，传播一下病毒，传播一下病毒。她来自圣何塞啊。他说：“我来自圣何塞，我来自圣弗朗西斯科。这歌扫地呢，这歌。这个楼是李小龙传奇那个电影经常出现啊，这个楼。这块怎么就没有那个缓坡呢呀？”那咋就没有缓坡的呀？这个个子挺高，这个。阴天不下雨还挺好啊，这块放两个大石头，这块才注意到，以前就有吗？这个妹子还穿裙子呢，不冷啊你？都感冒，不怕感冒啊你？哎，穿裙子呢？打雷了？你们在这站着瞅啥呢？傻不愣眼的。啊，人们都穿着厚衣服啊。哦，自拍呢？这个妹儿把我拍里头了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
我应该把自行车放这边啊。自行车放这边。多少人都羡慕娇艳娇美的容颜。把自行车放这边喽，放这边的喽喽。嘿，哎，这边是一个花店啊。估计我的自行车今天要被雨浇了，哎，搁这儿，搁这儿，搁这儿，你跑啥？好了，再见，再见，下雨了，钓鱼点了。